生存神作 This World of Mine 要登上行动平台啦！相信许多玩家们应该多多少少都听过这款游戏的名字吧？它创新的生存玩法可是在 Steam 上掀起一阵旋风哦。而现在在行动平台也公布了它的游玩影片，以后就可以边走边玩喽！赶快看看我们的详细报道吧！获奖无数的 This World of Mine 发布行动平台版本喽！This World of Mine 是一款战争题材的求生游戏，与其他战争主题不同，本作主要以建筑物的剖面视角来进行游戏。玩家必须采用各种行动来生存下去，白天大多数在避难所中行动，靠的是每位人物分工来维持生命与各种避难准备，到了夜晚则是出门采集以及各种残忍及突发的状况。本作特有道德设计更是出乎玩家们意料，游戏中会有许多面临道德与生死的难题，玩家们的选择将会左右其他角色及后续故事发展。而游戏在 Steam 版本推出后大受好评，现在也在 GDC 2015发布会上公布了 This World of Mine 的 iPad 运行影片，未来将会在行动平台上推出，玩家们敬请期待咯。想知道更多电玩消息，别忘了持续锁定我们电玩宅速配报道咯。